好，我们看这个怎么微分的哈，我再给它取对数，ln y 哈，等于 s 分之一 ，ln tan 哈，那个是这样，那这样我两边讲微分 ，y 的 y 微分哈，第一项为是。S 平方之负一啊 ，ln 呢 ，tan 呢 ，x 啊，再加 S 分之一，后面这项微分是等于 tan x 分之 tan 微分 ，tan 微分是等于 secant 的 S 平方。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给它算一块微分哦，这个等式一，等于那个S 平方然后，然后这个是tan x 啊，啊问是多少呢？分之。再乘以多少呢？再乘以这个tan(x)的。